你准备好要画我了吗？好沉重哦！我看一下你的笔记。我昨天失眠一晚上，画眉毛，眉毛这是我自己写的。哇，你写太多了吧？画鼻梁两侧，从鼻子画下来，用眼影粉笔擦。什么是眼影粉笔？睫毛中间从内放到中间0.5公分。天哪！好，那等一下我的脸就交给你喽。OK 的。没问题，我会把你画成快乐的公主。快乐的公主，好，这一集就是你要把我画成什么？快乐的公主，快乐的小公主，好，快乐小公主。然后那个，你为了今天，你昨天晚上怎么样？我失眠了。然后今天早上多早起来？六七点就起来了。又在研究一些化妆的影片什么的。你说你此生有帮忙化过妆吗？完全都没有。那你有看过这些化妆品吗？很少在看。所以我看到这些我就晕了。那你觉得你今天有几成的几率会把我画成快乐的小公主？我只能八成。八成很高哎。对我来讲是八成啊，对你们来讲搞不好只有三成。但是我对你有信心。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那个你有30分钟时间，所以等一下当我们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画。桌上那些东西你都可以用，然后呢，一旦要求救，我们都不会帮你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戴起口罩都不能讲话、okay. 然后我也不会告诉你那是什么，我就是会看你怎么蹂躏我的脸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30分钟之后呢，就画完，要再去我的衣柜帮我挑一套你觉得看起来漂亮的衣服，然后帮我配一整套。OK， 准备好了 ？OK， 计时开始。好大力，小心，小力一点。这是什么？断掉了！断掉！你干嘛那么用力干嘛？断掉了啦！哦！就可以用不用那么大力？好，好，不用，我用这个来。奇怪，怎么没有颜色了？眉毛不要连在一起哦。请你不要笑。规定我，我觉得这个力道跟这个位置感觉很不妙哎。奇怪，为什么这个感觉没有颜色、啊？你是色盲哟。这么大一种可能没颜色啊、哦、这个位置对劲吗？我的眼泪已经要流出来了。我现在看外面妈的表情跟小孩的表情都很不妙哎、欸欸、我眼泪已经先流出来了。为什么画不出来了？眼泪已经流出来。这到底有没有有没有水啊？谢谢谢谢。哎，会解体耶！你画那么大力，当然会解体呀、啊。有水吧？感觉没有水。怎么会没有水？到底有没有画出来，根本就看不出来啊！一边化妆一边擦眼泪。这上面黑黑的。问你啊！画很丑，啊啊！哎，画出来好像有哦，嗯，不要笑，我是哭，我不是笑。你为什么想这个企划呢？第一次化妆一直流眼泪，啊，他开始画眼影了。叔叔可以讲一下画眼影的步骤吗？你不是已经查了很多步骤？画眼影
部都是由后面，嗯，然后往上画，嗯，你看 YouTube 学的，嗯，往里面。我觉得你最后不要公布你是看哪个 YouTube 学的，那个可能那个人会被退订阅。那什么时候为什么要调这个颜色？嗯，用皮肤色。这哪是皮肤色？嗯，这是咖啡的吗？来，你看好，你下好离手嘛。有很多笔刷，你也可以用啊。嗯。好，下面我要闭眼睛，张开。闭眼睛，画下面。好，你张开。不要把我做瞎啊！啊，不会。你到底是看哪个 YouTube 影片学这种东西？你快点告诉我，我要去告他。有这样教你哦？啊，等一下。干嘛？你流汗哦。我才冒冷汗吧。你选什么颜色？这个。哦，淡的。嗯。YouTube 教你淡的要怎样？淡的是在里面。眼球里面吗？不是，这边这个位置。哦。嗯。不错，很有概念呢。淡的在前面，开眼头啦。嗯。白的在打亮的呢。你不是要开眼头？没有，这边稍微打亮吧。你这个是开眼袋呢。上面我看一下上面，好，上眼影哈，不对，你怎么现在才觉得有点不对？你要加哪里？上面眼皮闭起来啊、哦。嗯，你还有20分钟哦。好，要多弄快点，反正可以看就好了。不是要漂亮，怎么样？画眼线。哦，好，只有这一次吗？啊，这一次。我要怎样？眼睛张开还是闭起来？闭起来，我看看。我可以说一下挑眼线笔的标准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在看那个，看他们就是用这种眼线笔这样子，从这边由内往外画这样子，然后这边要挑高一点。挑高。来，不要动哦。不要笑，你会跑掉。好。哎呦，怎样？这可以涂掉吗？歪掉了。来，换这边。欢迎，不要动哦。对，我擦一下眼泪、嗯。等一下，好，来 go。闭眼睛。要张开给你看吗？不要动。好，换这边喽。再补一下。好。好了。你要张开吗？张开。哎呀，下面画到了。不要动。什么？下面画到了啦。这怎么涂掉？啊，我用那个来。等一下，不要动。好，完了，改掉。你稍微阐述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吗？我很忐忑，然后但是我其实已经知道，差不多应该是毁掉了。那我现在为什么要哭？因为我觉得很难过。这个人功课做那么久，到最后我已经乱掉了。哎、怎么下面怎么也有？你这样一直流眼泪，他都跑下来了，那个眼线那个，哎呀，伤脑筋了、啊。他说伤脑筋，到底长怎样？怎么越来越黑了？好，这样就好。平常拿这种小剪刀的都是剪鼻毛的哈，啊，你怎么最后选这一副？那么多副，就眼前有就用就好了。很好的答案。要怎么画、啊？可以啦，有黏就好了。这个，怎么觉得这个位置感觉起来怪怪的？不管了。你不是昨天学很久 ？YouTube 不是教你要贴在哪里？对啊，就是这边0.5公分啊。他教你要用弯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为什么要用弯？
这样子最大的幅度啊，对嘛，就是王心凌那首歌嘛，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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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有十二分钟，你在干嘛？360度，歪掉了的。等一下，不要动，不要动哦！快乐的公主，好快乐哦！哦耶，哦耶，好了吗？好，展开哦。有歪掉吗？啊，没关系 ，OK 的了。你要自己去感受，这个叫做这个长睫毛的那个地方。什么？是睫毛？这里，不要涂的太多，然后用睫毛涂上去。这里，上面是睫毛，要贴睫毛，一定要闭眼睛，不然要这样贴吗？对呀、啊。教你。对，就是睫毛上面一点点。对、OK OK。不是还擦那眼影吗？眉毛还有眉毛你也画，那你还要看眼影哦。它有一点毛，所以你就顺着画一个眉形。啊，中间不要连在一起。看几下呗，安来安来。画眉毛，腮红，这眼线。腮红可以擦那个小阿妈那个。什么小阿妈？你还没开画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哎，怎么没看到眼睛？哦，眼睛吗？这个吗？对，但是没有看到毛，但是没有看到毛，什么？我很猜的，昨天半夜睡不着觉，我起来上厕所说。你那个眼影画完，这个，你要画什么？画那么多东西要画，就简单就好了。哎，你不知道我们多辛苦哦。要上妆大概半个小时，是吧？半个小时，半小时很快嘞。哎妹，拜托。半小时超快的。那我就觉得不是要两个小时。但我们直播十分钟，你要画那么久？我们这是用时间换来的美丽耶。嗯，个屁呀、啊！